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4月6日活动《荒龙生命摇滚红色大巡回》完结部分及狂欢大合奏《百万骑士大搜罗珊瑚珍珠星罗绿叶的提瓦特产物声韵律动大交流蒙德篇》。我们先来做这个收集任务，配饰制作，他要的是三个珍珠、三个星罗、三种带有绿叶的提瓦特产物。首先我们打开地图，传送到到期的珊瑚宫上面的传送点。出来以后我们右转，直接往下跳。这里是三个珍珠，一二三。接下来我们打开地图，传送到虚拟是不对的，传送到璃月，然后瑶光滩右侧的那个传送点。出来以后正对着就是一个星罗，一然后右转，二然后继续沿着海边，这里三个。接下来我们打开地图，传送到蒙德风起地的七天神像。出来以后向左转走，这里有一个薄荷，一然后风车局，二哦，沿着这个来到湖边，这里有一个金鱼草，三个我们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听歌填曲，我们传送到蒙德的传送锚点，我们先找到这个 NPC 乔玛丽，玛丽乔。这里我们选择第二个、第三个，第一个、第二个。完成以后我们找到花店老板弗罗利、弗罗拉，这里我们选择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接下来我们到那个酒馆里，进入酒馆，找到 Charles， 这里选择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第一个。以上就是第五天的活动内容，谢谢大家观看。拜拜。